北塘真是人才济济啊，卧虎藏龙啊，好多位都可以得这个金像奖的，希望各位能够继续努力，我们期待明年再有好的表演，请各位起立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满心感恩，因为在主耶稣基督里，我们成为一家人。在主耶稣十字架救恩下，我们都得到新生命。我们感谢今天晚上带给我们主里面的喜乐，你让每一个团契贡献美好的节目，显出你在各团契里面帮助弟兄姊妹更能够相亲相爱，也更能够同心合意。求你赐福每一个团契继续的兴旺，借助团契把许多朋友亲友都能带到主耶稣的面前。我们也感谢这一年来天父的恩典慈爱满满的随着我们，真是从岁首年终多蒙眷佑，将明年新的日子继续仰望，相信主的云柱火柱会继续引领，让每一个团契都蒙福，也让你的教会就更加蒙福。我们现在要分散，相信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天父的慈爱、圣灵的感动必与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同在，也特别保守慕道的朋友，愿同盟主的救恩。我们这样感谢祈祷祝福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好。